在寻找一个人，多年前离开家门，他相信世上有奇迹，他不信神。走了很远，冥冥之中是谁关上那一扇门？他看到，他惊慌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。他看到，他迷惘，没有翅膀的人却飞向云霄。是什么在燃烧，照亮了黑夜？他进入梦乡。传说像奇迹，神乎其神。穿了很远，冥冥之中是谁关上那一扇门？他知道，他向往那些梦想，有天走出他梦乡。他知道，他如愿，自己像棵大树，高耸入云霄。是什么在燃烧，照亮了黑夜？他走出梦乡。困在梦乡。